欢迎回来最新新闻的现场，想要继续来看的是来自溪口乡的消息。这主要是因为公所的人力有限，加上清明节就要来到溪口乡，公所是特别向家己的检肃来申请到20名的劳动人进行公墓环境清洁的工作，希望会当获得来故乡扫墓的溪口民众感受到公所的用心。一早来到溪口乡第十公墓，就看到几多位穿着背心的社会劳动人士在帮忙整理环境，有人扫涂骹，有人修整花草。该地检署的关护佐理员表示，社会劳动人士在疫情进程内进行着行政教育，其实也是增进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个价值上面的认知啊。其实有很多的劳动人借由这样子专训的一个活动，然后他们也去真的是 真正的去。去就是反省到他们的错误。那帮忙整理溪口乡的公墓，转话来到溪口的和平桥，劳动人士帮忙优擦桥的两边边花。申请劳动人士的溪口乡公所表示，清明节真侪外地溪口人会回乡来拜访，但公所人力有限，希望加上劳动人士的力量，让回乡的人感受到公所的温暖。因为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未来也会持续的，然后麻烦我们地检署的劳动替代役来进驻我们溪口乡，然后帮我们乡内的所有的乡亲的一个环境。李德东林书的琴关浩林也专程来陪同，这是我们客家红溪口乡采访报道。